成功了，两张兑现。触动。对啊，这样的兑现已经非常成功了。本来是兑现，我也是一种兑现。那么能吃冰就算成功了，那现在还甚至是优势，那想都不敢想，真的。对啊，哎不对，现在好像不能再主 W 了吧？对 ，W 好像必须。哎，太久没玩了，现在都有点不知道维恩主什么。记得 W 是被削过的 ，Q 技能被加强 ，W 被削。Shut down， 令人恐惧的阴影。见了无知的孤寒，想一想煮什么好一点。罪恶潜伏在各处，对着点吧，我对着点一下。我点三级 Q， 然后主 W。想一想，我让他当寄托。打有点烂了呀。旁边的视野能看到吗？就打能看到一点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还有没有看到我们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能够惊人。需要我呀，打得还挺快的。我实在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玩暗夜猎手红眼睛了，太久太久没玩。哥们以前会被搬三个，泽利没出的时候也是被搬三个英雄。对，说出来你们不信，当时泽利还没出，我也是被搬三个英雄，是 EZ 侠跟维恩三个英雄。跟 EZ 会上班，我侠看情况上不上。对，刷就行了，感觉这把不着急，慢慢跟他刷呗。对，你怎么带小兵蓄势器的？我听见了。现在电刀又不能带小兵蓄势器，也不能一波 A 一下后排兵没了呀。带小兵蓄势器干嘛？搞不懂了。没 W 了呀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
漏刀漏刀好像有点严重啊。两个 ADC 在下路补刀，对，两个 ADC 在下路开心的补刀。小心点，基地开始冒烟了，对，感觉基地好像开始冒烟了。在线还他还在跟我对刷，纯粹的补刀，没办法 ，AD 前面做不了什么。刷呗刷呗。果断的声音，迷之的孤寒。有点未战先怯了，兄弟们。嗯，来选他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
对，我在犹豫，你知道吗？我在犹豫要不要卖他们。OK， 可以操作，但没必要。行，没问题。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哇，被谁挂了个点数？对，不知道被谁挂了个点数，不然我不会用这个 E 追鳄鱼，或许用进化去顶着鳄鱼打咬呢。感觉可以处理的更好一点，确实可以处理的更好一点点。中路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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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路线。追不上，跟我没关系的，那边几秒开，我靠，这波开短顶级。说实话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不这哎都不给我不给我表现的空间就结束了，打到后面是我爽局的结束了，这些